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讲讲，有商界高人就话沙特卖油部分会收人民币，可以投资到香港。另外，金砖五国作反反击美元霸权，多国表示考虑搞新支付体系避开美元。一月十八日上午，国务院总理留学同美国财长耶伦喺瑞士苏黎世举行咗半日会谈，呢个系两人两年嚟第四次沟通，但系就系首次面对面交流。 呢次论坛系中方参加大屋斯论坛期间举行嘅。戴耶论其实系冇参加呢次论坛嘅，所以佢专程坐飞机嚟瑞士同留学开会。呢次会谈持续咗三个钟头，超出原定嘅时间，而且系因为耶论需要赶飞机走而停止，否则双方会倾得更长。会谈咁长，会后嘅声明好简短，双方并冇嗌交，形容会谈深入、坦诚、务实，评价比较正面。我相信美债嘅问题。 我哋美方急于谈判嘅问题，耶伦可能叫中国唔好再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访华之前大幅走去沽美债。有时其实我都唔太明白嘅，美国一个国家欠债高达三十一点四万亿美元，负债累累，你应对买佢嘅债券，即、就、系、是、借钱俾佢嘅债主低声下气，点解仲可以对其他人指指点点呢？不过俾美国指点嘅国家，特别系增长势头好猛嘅新兴国家，的确有啲唔服气啦。 其中比較突出係金磚五國。一月十八日，南非外交部長潘多爾喺比勒陀利亞表示，由新經濟體組成嘅金磚國家組織，希望揾到一種繞開美元嘅方式，建立一個唔向富裕國家傾斜嘅更加公平嘅支付體系。所謂金磚五國係指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同南非，都係人口或者經濟或者軍事實力嘅大國。南非外長潘多爾話：，我哋一直對美元主導嘅地位。 感到担忧，我哋确确实实需要寻找替代货币。目前嘅体系倾向俾一啲非常富裕嘅国家拥有特权，对佢哋呢啲国家嚟讲，往往就系一种挑战，因为佢哋需要用美元支付，同各种货币成本相比，用美元支付嘅成本要高得多。佢透露，金砖国家正系考虑新嘅支付系统，用嚟摆脱美元控制。佢哋认为必须制定一个更公平嘅制度，呢、这个系金砖国家嘅部长正在讨论嘅问题。 潘多以話：金磚國家早在二零一四年開始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其中一個原因係針對美元為基礎嘅支付架構，開始尋找一種替代方案。佢話金磚國家有好多部門委員會，專責政治同埋安全、經濟同人民交流等等。喺經濟領域，佢哋正研究如何透過新開發銀行同埋其他機構，幫助佢哋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嘅貨幣交易體系。原來南非已經直接向美國反映。 美国嘅单边制裁产生嘅副作用，对此非常不满。潘多尔话：南非向美国表示，由果美国单方面嘅制裁对一啲国家所产生嘅影响，希望美方重新审视。佢话：我哋一直对单边制裁对好多本来唔喺冲突范围里边国家嘅影响好有意见，所以我哋影响我哋嘅美国朋友话，我哋真系希望佢哋重新审视呢种单边制裁嘅做法，因为呢种策略解决问题方面往往冇太多帮助。佢举例话。 美国单边制裁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同古巴都冇凑效。旧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透露，金砖国家正在一齐制定可靠嘅国际结算替代机制，研究以金砖国家嘅一篮子货币为基础嘅国际储备货币。佢喺六月二十二日举行喺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面，普京话：我哋正与金砖国家伙伴制定可靠嘅国际结算替代机制。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影响金砖国家嘅银行开放。 俄羅斯嘅 MIR 支付系統亦都擴大佢嘅存在，我哋正研究以金磚國家藍色貨幣基礎建立國際儲備貨幣嘅可能性。今年一月十七日，正有瑞士大律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嘅沙特財政大臣穆罕默德·賈丹亦都話，討論我哋點樣進行貿易結算嘅時候，無論用美元、歐元，要係沙特利亞爾都冇問題。據彭博社報道，沙特財政大臣表示，沙特對討論美元以外嘅貨幣將貿易持開放態度。 咁可能系对美元霸权嘅又一次挑战。沙特作为全球最大嘅原油出口国，系石油美元体系嘅支柱。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嚟，沙特同其他油组成员国接受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嘅计算同埋结算货币，让石油同美元挂钩。喺目前全球嘅石油交易当中，大约八十 percent 系以美元结算。沙特正在寻求加强包括中国在内嘅重要貿易伙伴关系。简单就话啦，我哋同中国拥有巩固嘅战略合作关系。 我哋都同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有住同样嘅战略合作关系，我哋仲希望同欧洲同埋其他愿意并且能够同佢哋合作嘅国家发展呢种关系。我自己就同一个熟悉国际贸易嘅商界高人倾过，讲到中国买沙特石油用人民币结算嘅问题，高人话沙特初期唔会将中国石油交易全部转成美元，但系有可能将其中十个 percent、二十个 percent 改用人民币交易，因为中国会对沙特讲。 如今係我嚟買你嘅石油，點解一定要堅持我要另外揾美元嚟同你結算呢？中國甚至會替沙特諗埋，當佢收到人民幣之後有咩用處呢？例如可唔可以協助佢攞人民幣到香港，以至內地投資人民幣產品獲取回報呢？我覺得高人講呢啲事情有啲料到。香港財經司司長陳茂波舊年十月到訪中東，加強香港同中東地區嘅金融商貿聯繫，而特首李家超。 今年二月又将会去中东，特区高官去得咁密，都好可能有生意可以倾。攞人民币嚟香港投资人民币产品，一定系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咁样总结嘅：第一，美国负债累累，但系就将美元武器化，大招各国之技；第二，以金砖五国为例，就公然表示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嘅目的，就系、是、要寻找一种替代美元嘅支付方案；第三，沙特等中东国家卖石油俾中国。 亦都唔介意部分收取人民币，問題，要對佢去配套服務，佢攞到嘅人民幣有地方可以投資，而香港就有做生意嘅好機會啦。另外，想講講一單國際新聞，五眼聯盟國家之一嘅新西蘭，佢嘅年輕女總理阿恩德突然宣布將會辭去總理嘅職務，佢將喺擔任總理近六年之後離任。二年之後，四十二歲嘅阿恩德喺二零一七年首次當選新西蘭總理，成為新西蘭自一八五六年以嚟。 最年輕嘅總理，並且二零二零年勝選連任，佢在這期間一直都比較受歡迎嘅。據悉，安德出席新西蘭工黨嘅黨團年度會議嘅時候，宣布辭職嘅消息。佢話自己冇足夠嘅精力完成呢份工作，係時候離開啦。佢為總理呢個位付出咗所有，咁亦都令佢失去咗好多。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佢自己已經擁有好多特權，但係呢個亦都係充滿挑戰嘅。 只有拥有充足嘅准备去迎接未来嘅挑战，先能够从事呢份工作。但系佢现在已经冇足够嘅精力啦。佢话其实佢喺二零二二年年底就开始思考自，自己能否继续担任总理一职，得出嘅结论系系时候辞职啦。安德话自己能够预料喺己宣布辞职之后，一定会有好多所谓辞职真正原因嘅分析同埋讨论。但佢想明确话俾大家听，自己辞职嘅背后冇所谓秘密同埋丑闻。佢话政客都系人，佢都系一个人。 喺呢六年充滿挑戰嘅職業生涯裏邊，佢只能夠話佢已經盡咗力啦，佢係時候要辭職啦。一個年僅四十二歲嘅女總理，辛辛苦苦先至爬上呢個位置，喺任期中段突然間辭職，翻屋企臭女呢種事情，如果寫出一個劇本，一定會俾人鬧到爆，話劇情太爛，難以入信。恐怕真係好似佢否認咁樣，佢係被人掌握咗醜聞，唔辭職就會被爆料，結果只能夠主動辭職。 当然呢啲只系一种猜测啦，不过亦都令人想到新西兰喺美国为首嘅五眼情报联盟当中，经常扮演一个坏孩子嘅角色，唔肯跟美国反华最新一章系有决定要求中国旅客入境之前要有四十八小时内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结果英国、澳洲、加拿大就急急转态，硬跟美国嘅做法。不过新西兰仍然我行我素，对中国旅客入境毫无限制。 阿恩德以新西兰嘅利益为先，唔想跟美国同中国对抗。我哋好难确定安德突然辞职背后有冇内情，而且即使有内情嘅话，同佢亲华嘅态度有冇关系？要留意下一任嘅新西兰总理系会转跟美国呢个大佬之敌啊，亦或系仍然以新西兰利益为重，务实亲华呢？另外喺手头嘅时快评，我哋讲到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狂推反华议案。 再要求查新冠病毒嘅源头，其实中国可以同意嘅，不过要先查查美国嘅病毒实验室啦。另外喺石楼台嘅十分钟看中国节目里边，内地专家话，omicron 嘅毒力下降，下一波内地嘅感染高峰会喺三月，但系感染嘅冲击就会低好多。欢迎去石楼台免费试睇。

国就会知道国家发生咗乜嘢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报订阅石楼台。响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报，去巴士的报网站就可以揾到石楼台，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同埋免费试睇一啲精选节目。多谢大家支持。